大家好，我是蒋志磊。我是卢瓜。是的，我们现在呢，人在泰国的高速公路上面，要去华欣。我们今天从曼谷出发去华欣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县市。因为我没有去过，我相信有很多观光客去过了。那边就是海边，所以我们等下就去看海景，享受沙滩的美。那我们的朋友就很好，就是帮我们安排了住宿。对，我们就去住他们家，他们还帮我们准备我们的午餐，让我们在车上吃。太好了吧！哇，我第一次吃那么多肉松的饭呢。哎，泰国的肉松有点不一样的点是说它很湿哎，但它是有点偏油湿吗？所以比较像是肉松条，因为那个是芒果，是糯米。哎，公安！哎，讲错了，那个是泡牛。等了我们今天入住的是我们朋友他们在华欣这边买的一间度假condo，其实很大哎，这边吧，有，这里有一个小厨房，是非常文青的颜色，哇 ，Oh my god， 哇，再大声，有海，哎，有海耶，原来华欣长是这样子。好想去海那边玩哦！客厅，那我们先看一下房间哦。小小可爱，都没有哎，没有一个是合的。我试试看，说不定这是每一个家都不能进去的那个房间。还是其实是隔壁进来？有可能。来走哦。哎！Oh my god！ 这三个门会不会太重叠啊？这是我们这四天的家，没错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打麻将。快点，有没有华欣的朋友 ？Market Willie， 华欣，谢谢。好厉害！大家知道在泰国的百货公司里面的美食街呢？你不能用现金直接去购买，要换那个现金卡，有一点点的麻烦，不过比较省时间也比较卫生。我猜是这样子 ，I guess so。啊，送我一个。OK。因为刚刚我们逛完那个 Market Village 之后呢，其实没有很好逛，然后所以呢，我们就来打铺，就是又贵又还又普通。OK， 好。别可以，别可以。喂。屁嘞。嗯，哎，这是就是你练了那么多年的能力。擦掉。我看，哎，我后面有看到吗？有看我的脸？你在干嘛？不。一天前，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清迈住的一家超漂亮的饭店吧。耶、yeah, ！我们今天晚上入住这家陶艺博物馆，粉泰破凉门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一万个继父。
那我们简单为大家开箱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入住的这一家饭店的房间。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非常之巨大的宽广的浴室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请忽略这个杂乱的梳妆台，为什么那么多内裤？真的，那边有一个大窗户，我大便的时候都可以看着你。对，很浪漫。我特别喜欢它那个洗手乳，因为它这个标牌做的很可爱。啊，好漂亮的一道墙啊！有没有？它是手工雕刻的东南亚艺术风格的高浮雕墙面装饰，厉害吧？手工雕的这个？手工雕的，这种橘色调啊，然后陶土。类型的这种风格，就是带给你一种艺术气息之余呢，这种大自然感觉吧，因为大自然温暖。这一整间泡凉木呢，整个建筑呢，全部都是用这个陶土、红土这样制作而成，很像你真的住在古城里面的感觉。其实我跟这家旅店呢，蛮有缘分的。其实我第一次来清迈的时候，大概是2-3年前事情。那时候为了要等朋友的飞机，然后我先搭了计程车，我随便找了一家咖啡厅，因为它旁边有附设一个咖啡厅。所以我就坐进去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哇，这边也太漂亮了吧，感觉它历史很悠久的感觉。是不是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他们其实是新建的，就是他们其实不是什么历史古迹，他们只是用成很像历史古迹而已。在朝墙身后呢，这里有一个超大的工作桌。Oh yes， 我跟你讲，工作桌对我们 YouTube 很重要。桌大到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放2个人份的工作区域。OK， 然后我觉得一个蛮酷的沙发区。对，然后把它做成好像凉亭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如果坐自己的话，我想看电视，我就要自己把那电视翻过来。哎，这边能看到这个电视的背面，是一种很有特色的。大家会注意到这间饭店就是非常好拍照。我出来玩呢，就是选饭店的条件之一，舒服，第二就是要好拍。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出来哪里玩啊，而且我还会特别挑那种这个国家特别有的这种风格，这种比较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泰的，我不会来这边然后拍日式风格的给大家看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现在要跟大家介绍这一间房间的一个最大的卖点，就是可以直通泳池。真的可以跳进去。这间饭店他说是可以关上窗户后可以在外面抽烟的，所以算是一个抽烟友善饭店。Purple, pink, orange and blue。哇，今天的天空实在是真的他妈太美了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入住的泡凉木。我们这次可以住到那么有特色的房间呢，都要感谢 Easy Travel 赞助。Easy Travel 是一个安排旅游行程最好用的平台，它将所有的旅游产品统整在一个 App， 不论是订房、订机票、购买旅游景点票券都可以哦。而且还享受刷卡分期零利率，资源三大配，结账超方便。而且如果你像我们这样订国外的饭店的话，他们都有中文的真人客服哦，不是语音，也不是泰文。现在发送首付 APP 折扣码，输入 APP450， 满3000现折450，全在国内外商品都适用哦。活动至7月31日。大家，今天早上，不是早上了，我们已经下午1点了吧？2点，还没有吃第一餐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非常的饥饿。你没发现我们坐在一个很高级的车？别、yeah, ，我们刚叫 Grab 呢，不小心叫到这个重，好屌哦！它还有这个隔板哎、欸，对啊，超大的，这很像我们平常那种10人出游那种大保姆车。嗨起来，嗨起来！嘟嘟嘟嘟嘟，第一次看到车上有这个哎、欸。可以用吗？不懂。好，不行，那先去吃饭。好饿哦，我去。喂，我们今天来吃的这家是一个感觉很 local 的哇，大背光人。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这边的海景是太美了，所以决定坐下来。哦，你看那边那个建筑物，好漂亮哦。有没有？超美的啦。这边呢，刚刚好就有2个工人，他们正在维修这家餐厅他们底下的柱子。很香。这个不辣哈、哦。你妈烤的真的很香，可是我觉得我喜欢干这个。它油味很重。你是不是也想吃？
我们下个行程呢，来到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有点智障的 Valencia。 哦哇哦，所谓的小威尼斯。欢迎，我们现在到了意大利大马人大马。对啊，如果意大利人来的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。我会有一种漂亮的人。你在哭吗？今天晚上呢，来了一家叫做 Costa，然后呢，它是吃这种 bistro， 然后有酒。我们刚刚点了这一杯叫做靠牛门木，它就把它打成汁，然后加点酒精就变这样子了。确实。水果的味道，酒精浓度，酒味不浓。哎，我的也不浓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vlog， 讲比较偏 chill chill， 然后随性玩的这种感觉。虽然说可能疫情的关系，就很多地方都是扑空，然后被雷。反正 anyway 就是，那我明天呢会有跑一些比较远远的行程，比较厉害的行程，刺激有画面的行程，大家来期待一下，期待一下之后的影片哦。对呀，好的，喜欢在这一面的你们没有，然后呢，来自于我们的下一次，就拜拜。